娃娃比你白。快乐。你现在要干嘛？你现在要干嘛？跟大家说。烤肉。烤肉哦，那你会烤吗？烤。那你要怎么吃？烤肉烤怎么吃？烤。那怎么咬？那你的手会摸着脸吗？这样。喝了450cc 的奶奶，是他平常的大概差不多两倍多的量。然后吃完不到两个小时，我们就来吃元宵。然后他跟我们一起吃套餐，然后吃饭，吃他自己的饭，然后吃我们的饭，然后又吃肉，然后又吃了蛋糕甜点，喝了一大杯的饮料。然后基本上他吃的量就是跟一个正常的男生是差不多的量。然后到现在他都还愿意继续吃，是蛮恐怖的。你自己也流汗了是不是？听到这样你自己都吓到了是不是？吓到。你跟大家说你吓到了吗？就还好啦。那你还要吃吗？你还要吃吗？还要喝奶奶吗？喝500好不好？好，他现在已经有点。吃太多。你的肚子有多大？哎呦，以前肚子很大吗？你来摸摸看你肚子有没有大？肚子有多大？啵啵啵！你要给大家看哦，是不用这么。你好了，快拉起来，烧起来。好了，你看他已经呆滞了。好，趴着休息一下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好，你坐关。关他，好快点，趴着。谁教你这个跳舞？阿姨，哪一个阿姨教你的？一姐，你有没有喂羊妹妹吃东西？你喂她吃什么？呱呱。给她吃呱呱哦，好吃吗？一姐喂哦。看着要喂。羊妹妹好。羊妹妹好多。黑熊怎么睡？哎呦，对，这样子睡，黑熊这样子睡哦。对，黑熊为什么脚超高高？那就两只这样，一个这样睡，一个就脚这样睡。妈妈，这是什么车？方向盘车。这个，这台是什么车？警察。那这台嘞？方向盘车。那这个嘞？翻，这个是什么车？空车。空车哦，那这个嘞？飞机去哪里？出国。磨。请问你在磨什么？磨。请问要磨什么？怎么磨？磨。这样怎么磨磨？那这样怎么吃？哇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辣！大蒜哦，好，那个还给爸爸。爸爸用真的大蒜可能会有点太辣，不该吃汤里面的。这个辣辣是不是大蒜辣辣？你敢吃吗？你敢吃吗？你不吃给爸爸？敢吃就吃掉，没关系。
到梦露啊，然后跟 Tiffany， 然后等下再给你们 update 咯。我到了，这是他们的新品。这支我已经用过很久，差不多一年多了。然后这两个是新的，可是它其实去年也有，只是换过包装。然后这是万用的青春露。嗨，我们刚刚参加完活动了，我们现在要回家。好，回家了，我要回新竹，梦露要回家剪影片。再试用给你们看，拜拜。好，我变好绿哦。好，我进车库了，关门。P 档熄火，啊哈！铁门关了，啊，我关了，变好暗哦。啊，我到家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准备要下车了，下车了。OK。好，我到家了，然后我现在走楼梯回房间。哦，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够拍到那个我化妆的给你们看，因为。因为你看到我们家都是黄色的光，黄色的光真的拍一片很不友善，就是了。啊，好多人！我每次走楼梯，我都觉得我要死掉了，真的。嗨，我现在已经稍微化了一点淡淡的妆，然后就要出发去台北了。没错，我现在就要去台北了。然后现在已经6点了，我希望我在7点半之前能够到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可是因为我怕下班时间会塞车。然后我们带了就是桌游，然后我还带了 SK2 的产品，就是我想说利用去台北的时候，顺便把那个产品的照片拍一拍。其实虽然我都用过，然后用很久，可是我觉得就是。照片也不能马虎，还是要拍好一点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是走去高铁。我家到高铁走路大概差不多15分钟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慢慢的走路到高铁去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子，我们等一下见。富盛楼，雀斑说很好吃。你看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们迟到了。全部都迟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大家来。嗨，我们现在到餐厅了，我们在富盛楼。富盛楼，然后是吃烤鸭跟酸菜白肉锅的。然后我们点了，我跟他。超强美编，他没来，他跟女朋友还没有来。然后我们点了一只烤鸭，然后酸菜白肉锅、大肥肠跟苦瓜咸蛋，还有葱油饼，我点超级多的。反正我们吃完就会打包，然后就会变成是未来的午餐跟晚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等上菜咯。大家最喜欢的味道，这个也没有认得出来吗？好，这个要卸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他还好，我不知道怎么大家这么推崇他，我不懂。我们刚吃饱了，然后现在伊爸在直播，看他直播，然后走回家，我们剩超多东西的，你看，超多的，我看就他浪费食物，他狂点，他没有啦，我们在一起就会狂点食物。我们来直播 bus 把这东西全部吃掉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回家，然后要玩桌游了。然后现在伊娃在直播，等伊娃直播完之后呢，我要去找他拿东西。
好，就这样。啦，来了啦，你有跟他两次吗？你就不能有点耐心？不能有点耐心吗？人家就会死吗？他两次电费你要搞，你讲啊，每他妈按一次送你100块啊！不要，100块。先下手为强啊！我们现在在玩桌游了，在这边。8 9 10 1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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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嗯，来个特别的好了啦，还没用过的。还哪里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哪里？刀吧，匕首吧，刀啊，匕首是不是？好，刀 ，dagger。dagger？ 你们有刀吗？有，匕首。dagger。dagger。花博士在 library 拿着 dagger。霍博士，那让我赶快回家。他对不到我哎，他不想对我。他真的不愿意对焦我哎，他一直对最后面。哎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